天的路上还能来吗？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呀。不用怕，我先冻住他的双脚。哎我去，这局我不讲武德，跨沟僵尸偷掉寒冰射手。啊，寒冰射手小心呀，可恶的路障僵尸。还敢说我可恶，继续偷掉豌豆射手。我去，从天上来了。看来这路障又要逼我出绝招了呀。哈哈，现在光剩向日葵自己了，小的们给我杀，快冲快冲，拿下向日葵。椰子加农炮，又来大炮，快跑快跑。哎，不方便带上我一起跑吗？可恶呀，我的小弟。